各信乡北竿村梅林社区活动中心老旧破损，加上原本的范围空间受限，各信乡公所争取中央的经费拆除重建。不过，却因为建筑原料来起价，发包作业多处落标，兴建经费为2800万，一直追加到4200万。各县乡民代表会召开临时会审议，真侪北竿村民非常重视这项的地方建设，特别前往信义厅来关心。各县乡北竿村梅林社区活动中心重建案，因为公所一直追加预算经费，各县乡民代表会认为公所伫程序上有疏失，而且无尊重代表会。希望日后乡公所地方大小建设都能够通知代表会，向代表会报告，通知代表。至少选区代表一定要通知，目前梅林社区重大的新建工程，我是北港村的媳妇呢，我是选区的代表呢，但是所有会议都不曾通知我。什么叫做委会？你开会来讲，第一你社区嘛，社区来讲，社区理事长、社区理干事、团长，阮社区的代表，你完全参与的空间嘛。是啊，讲你发包赚2500万、3500万、4000万。你第一遍是要发包未出哩，你该做检讨。北港村民烦恼对家预算是毋是会通过，包括村长、社区发展协会干部拢来议事厅关心。代表会主席林东汉说明代表会立场，嘛要求公所来改进。你这个物资活动，啊都做未过，所以你标未出哩嘛。啊，你即下搁增加到吼，到4000几万，啊，这个代志。啊，恁敢唔免来代表会者来说明一下，讲一下，都是啥物情形？你干我一处、两处、三处，啊，就干现在你这下头两遍，我拢无条件，互你过。啊，这边动的就是我唔无要动，都是要了解尔。各县乡长有承认听书上的疏失，嘛真感谢代表会监督的用心。我们乡公所尽心尽力的去调经费，那代表会的全力支持之下，所以我们各项建设在这几年当中都有一些成果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哈，对于我们的疏失的部分，我们要深刻去检讨。对于代表会的支持，啊，我们也非常的代表公所、代表乡亲，非常的感谢我们代表会。各县乡民代表会主席林东汉表示，地方的重大建设案。代表会一定全力支持，但是要求公所要善尽沟通、尊重的责任，促进地方的发展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